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东东。今天呢，我继续在折腾这一台明矾的 MS01 啊。上一期的长视频，我给大家介绍了这一款机器，非常棒的一台紧凑型的小主机或者是小服务器。我上一期视频也说了，我准备怎么折腾这台服务器，那就是给它加一个阵列卡，然后再买一个这样的很便宜的硬盘柜，组成一个超强的12盘位的 NAS。OK， 这些东西呢，今天我都已经收到了，然后我准备折腾它，但是失败了。可能很多朋友很期待这一期视频，也期待我这个方案能落地，他们好去抄作业，但是失败了。有这么几点，首先呢是 MS01 PCIe 卡槽这个位置呢太紧凑了，太小了。这一张阵列卡插在这儿，散热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。这个阵列卡发热量是很大很大的。刚刚我已经尝试把这张阵列卡给它装上去，然后接上这个硬盘柜，这个电池啥的都塞进去，塞得满满的。然后在运行大概十几分钟之后呢，就发热量非常非常的大，所以呢，这个散热是一个首当其冲的问题，不解决它的话，这个阵列卡是没有办法在这个空间内稳定运行的。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，这一台 MS01 它是只可以支持 UEFI 启动的，它没有办法支持传统的 BIOS 启动，也就是 Legacy。这个阵列卡呢，它只有在 BIOS 启动的模式下才可以进入到它的设置模式，也就是它的这个阵列呀、或者是初始化的这个界面的，我们是没有办法进入到这个界面的，除非你在启动的时候启用 Legacy 启动。目前我没有找到相关的设置，可能我得问一下明矾官方，这个机器能不能切换到传统的方式启动，我才可以确定这个卡能不能正常的用它。不然的话，我们只能是所谓的直通卡，也就是你接多少硬盘，你的电脑就识别多少硬盘，是没有办法组 RAID 的。这个问题其实也是一个蛮棘手的问题，所以基于这两个问题呢，这个方案有可能就是搞不成的，真的是搞不成。尤其是散热问题，这个太热了，我刚才把它拆出来之后烫手，所有的地方都烫手。原本这台机器散热是非常棒的，就是你运行几个小时之后就只有温温的那种感觉，现在是烫手的状态，所以啊，很可惜。当然如果你有其他的主机稍微大一些的可以装 PCIe 卡槽的，那么你还是可以尝试一下这个方案的。这个硬盘柜很便宜，这是一个友人出的解决方案，一套连电源带数据线带整合好这个散热风扇，这么一套下来才300多块钱，12盘位的，而且只需要通过一根线就可以点亮12个盘，还是蛮方便的。如果你有一个比较大一点的机箱，并且可以装阵列卡的话，前提是啊，你的电脑还可以支持传统的 BIOS 启动，那么你是可以用这个方案的。